马来西亚客家人有150万人，系属于六百万的个华人地方呢，差不多20几%，变成阿啲也系华人之间除了福建人以外，阿啲天一带嘅族。 那么这个新村呢，也以客家人为主，客家人大约是拥有85%到98%那么多。那么新村里呢，就是以客家话交流交谈。所以以前人住在这里，在有经验神佛开山，同人一样教育哦，系因为我哋省人文哦。 实力好高。100年前，客家人在海南海，也正出了一条海上高峰台风嘛，航向东南亚。来到南洋的方言，从马来西亚的槟城上岸，是马成立客家先民移民开放的重要地点。今日嘅客家人向前行节目，再从槟城。 吉隆坡也去马六甲的客家风情的贡献，来看是马的客家之天，用版本之间快快惊奇的精神，在一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马来西亚的位置还在东南亚的东方，还有13个族组成的全国国，全境分为东马来西亚、纳西马来西亚2个部分。 是马哈比采耶马来半岛南部，移民海外的土著进一步打通之后，客家人刻苦耐劳，冒险的新鲜乐汉族，也是各方的奉献在马来西亚各天，对于国家泰马地区早期的经济发展有非常大的贡献。 对马来西亚客家人过去100几年来。 建立马来西亚的国家呢，做出了贡献呢，有实质观察。所以我哋认为，要团结客家人推动我哋客家文化，保留我哋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赛也是马嘅边上，今年86%系方言。新年1786年，本英国人开发成双管之后，边上就快速嘅发展。 现代广口行业史诗，最前历史留下来的脉络。放眼前客家字体沿从福建、广东呼唤来量，来开拓新希望的故事，也将从一段古雅的口述建筑来讲起。蓝色的外墙在日头底下，就像一只东江的珍珠。 俩人就会头牌，清朝朱派边上的两师庄必师的故居。客家先贤庄必师，普通名叫永飘香。庄必师在东南亚做的工是无言无言设计，在秉烛学术工会会长恰时健先生的引领之下，附体的建筑艺术让庄必师的开发贡献现前眼前。啊，庄必师，你看他的啊。 客家人啊，太普遍啦！啊，后来咧喺秦朝嘅时候，日本嚟做秉承做成立嘅。中国那位都有成立，1984年，秦朝就委任佢做秉承嘅第一任嘅领事，来管理啲秉承嘅华发言。啊，像当时咧，秦朝是比较清朝末年啊，都冇嘛势力，但系冇啊，样嘅代表咧就唔得。啊，庄必师来到秉承咧。 要代表秦朝政府咧，同啲英政府交涉，啊，咁同代表啊啲华人咧嚟讲一啲话，但咧第一作用唔系好大，所以第一年咧1985年咧，佢就跳去新加坡做领事，啊，其他嘅啲啊，将嘅领事咧，其他有4个，全部有5个秉承嘅领事，秦朝嘅全部客家人。 从丰富的外观来看，两岸江的蓝色的雄壁，见证了客家人庄必师从无名到跨国富商的成功传奇。当时庄必师才16岁，就一上瘾从中国来到南洋开创事业。
佢係擔任清朝嘅官員，佢喺1916年過身。當時英國政府為佢下班旗之外嘅傳奇事蹟，到今還能一團流傳在司馬客家鄉親間嘅家話。另一方面咧，佢喺當時唔單止係財雄南陽，係初富地方。三百歲咧，佢飛去新加坡，喺新加坡就要啊做佢嘅生意。但咧，佢嘅最大貢獻在邊上就係。在1904年啊，佢就创立了中华学校。中华学校咧，系同啲嘅其他客家人啊，同啲当地人啊合起来创办一个中华学校。中华学校就系来啊纪念啲孔子，所以咧中华学校里边有一个孔教会啊，孔教会用啲儒家嘅思想来向啲平常灌输。有了中华学校以后，就好多嘅法教就出现。所以講三百四起貢獻啲帶動啲華僑發展在邊上同馬來西亞。宋別士估計從外表看來，像一座中式嘅傳統泰屋，但係仔細嘅欣賞，卻都係看出當年建築師將中式文化同南洋風情合併嘅實驗。從片式嚟看，屋嘅係背山面海。从结构中，你可以看得到严格遵守中国风水的素质，精致的中国传统手工木雕，也能够得到各国的展出，不同的楼台、老优秀的天井雕栏，以及安详的琉璃瓦窗，将近历年是乱拆款。有个天井诶，客家人呢就是他们土楼啊，圆的，其他圆的出边上五代嘛，然后去做西方，去中间啊空的，空的咧客家人风格嚟嘅，啊，如果在走廊看到四面八方的通风，你客家人啊，你嘅啊用电脑要看到好多土楼啊，中间都系空的，你喺眼中嘅风格，你喺客家人嘅艺术风格，如果作用就系讲啊五色灯啊，好光亮啊。住了一杯啊，好多人住了一杯，就算你喺房间两样间间啊，要全部围上来，一个圆形的。所以，这边是点咩官？咩官呢？嘛，咩官？做官啊，清朝嘅官嚟咧。而两样嘅官字啊，叫做临时，应该三品太官嚟啊，三品太官。Q 牌啊，喺房间系圆形嘅，两样见到眼都系四方形嘛。一号、两号、三号、四号、五号嘛，你敷嘛，要 Q 牌嘅，你一保留落来咧，有只架子，看 Q 牌嘅风扇系咁样装嘅，啊，但系看起来变化唔系好睇啦，见到四方形啦。我其实咩懂讲究嘅，关紧门哎呀。有钱人啊，出啊海外啊，出中国都一样嘅，佢都系门面啊，即系啲，啱讲个门面啊，门面呢啲门当户对嘛 ，Q 牌有只。请你到门当户，你门面啊唔签台，你新婚啊唔做台嘛，也起到好堂皇、好气派啊，来衬托起新婚啊好高啊，所以你就看到一屋好大啊，好高，好像好多一啲雕刻，你看啊，出埋讲啊，龙飞凤舞，我咪爱放风，因为在清朝嘅时候，慈禧太后啊，系女王嘛，啊，但系佢当然咧爱。表扬天子的龙哈，他也要表扬凤嘛，所以在中国里清朝的时候，特别慈禧太后的时候啊，也都要顾及龙凤啊，而且凤爱在龙之上嘛。哦，讲到那时候比较一般会客又出街了哦。会客呢就用你为，你看来以前啊，中国啊是木方中间的，中间空的，中国也传统的放旁边呢，招待客人啊就放旁边啊样来看，你系进厅嘞，进堂。落去呢，就是个休息自家地方，一田井。你后背一定有个田井诶。像中国的也建筑形式是四合院啊，四合院中间是空的，啊，中国客家的土楼都是中间空的，你喺中国的建筑的风格在里面展现出来。不过就像系残酷的历史重演，罗浮牌经过了几百个变卖之后，曾经沦为残酷不堪的烂物嘅。从历史文化嘅资产保存嘅角度来看，系相当大赏嘅。
中秋在客家子弟对菜地文化的关心之下，装备式古物又重现生机。都啊，到咗嚟看一九零年咧，有零零年嘅原厂要即系，反正少少古装嘅系嘅啊，楼梯啊，顶层之啊，都买落来，买落来咧，亦都重新同佢装修过，就变成一个旅游中心，本好多游客来看。看嘅意思咧，讲你嚟证明 Q 牌咧，繁衍出嚟嘅贡献，繁衍出嚟嘅发展，同你装备是对本场嘅贡献。啊，講誒，你就係好大嘅作用在你張伯斯嘅主家嚟發揚光大。唔單止係歷史意義，老藝術價值，總比是附體嘅建築細節、老工藝水平，也係令人激爽。係用翻嚟唔少聯合國以及馬來西亞國家嘅獎賞，甚至在天涯印度之內中也有破亞嘅記錄。今年装备师傅厅在下岗人士老槟城政府用心保存之下，几件身为观光客来到槟城必定而来寻常的景点，将呼吸文化的重新，重新带领大家认识下岗以及南洋的历史。从古朴的博物馆到金阳博物馆，就像是装备师傅厅重要，起码给下岗会馆让顺应时代调整功能。其实东南亚体系对嘉兴族的客家人来讲意义非凡。啊，等下嘉兴飞馆呢，就是全马最老的飞馆咯，就200年的历史咯。那也该就光绪24年的。客家人向前行，是马客家风情化，继续民族继续。是东西方文化高飞之体，然而东西方人仍然是保存了大量的传统文化。除了传统的骑楼、老旧式中文的看板，还有客属团体的飞馆。起初，先民来到南洋，热爱苗神，人在他乡，愿为客家族群求谋福利。故说，开始从体育、方言以及经济联系各方面。加强自身的团结内气力，成立客家社团，意味着以马来西亚槟城的嘉兴飞馆就会是马体系最早成立的客属飞馆。这时候啊，南洋来到这个人一天和槟城上岸，槟城上岸呢，就作为这个先来的就是客家人啊，同乡来的人、客家人就当嘉兴飞馆，因为嘉兴飞馆最先有的，佮阿唔系喊嘉兴飞馆，喊盐火馆。嘉兴飞馆呢，就系全马最老的飞馆咯，就200年的历史咯。啊，当时成立飞馆呢，是因为阿啲人祖先南来啊，啊来到有位大天下无依无靠，就希望阿啲同乡大家团结一切。那只是一个飞馆呢，是为家的谋福利。槟城的嘉兴飞馆还保持19到20世纪初期的建筑形式，内部也保留了原先建筑物的结构，像是机身的天堂以及建款飞檐神柱牌位，逐渐透露出下嘉先民开垦西马的历史。阿咧春秋两季啊。阿啲人出來又會拜嘅祖先，有個放嘅祖先嘅神主牌，啊，又係本地嘅鄉團嘅一個特色啦。唔講咩啫，最舊嘅件咩要寫噶嘛，刻嘛嘅表演過嚟。嗱，又係出光绪24年嘅入世人嘅呢個留嘅。带领老一批的客家乡亲，平常是没事情，就为老三五好友，乡下在飞馆打旗子、发家状，或者还款款收获，同同乡老友联络感情，
对吉丹来讲，飞管就是吉丹的天一造物空间，就像是上表蛋糕所提的喜欢一家的变量。飞管的神采不但记录了方言来客家族群在喜马落地上进的历史，更看到了客家族群从前一讲一起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的飞管呢也是继承以前的传统啊，也是为我们土壤做事福利啊，有我们有坚持举行宴会和开会，要颁发奖奖助和金啊，也还有我们飞管也好多的土壤来一位得闲咧就打打麻将，打麻将看波子啊，联络感情，就为我们同乡提供一个休闲的场所，大家以前可以去彼此联络交流。虽然客家飞棍的传统从有古人基因，随着时代的改变而转变来形态，甚至一个母语老文化色彩也基因无按显著，但是在赋予其新的功能。配合社会发展的需要，飞管是早得成为重要的社会组织的。立快平常，节目采访小组继续南下前往海藻上市吉隆坡。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吉隆坡马来话的意思是闽南的虎口。在这座年开发商业以慢慢的发展的城市，曾经吸引一栋年离开家乡突破来多两年大病的头巾梯，1896年成为行政首府。今年冰上的北都包含了现代化的摩天大厦、传统古老风格的建筑以及印证殖民地历史的文化，沿途不同种族的面孔跟现代吉隆坡是个多年族群的国际城市。在兵荒马乱的国际都市，客家飞管运用本地人力来落实文化传承呢。目前当面马来西亚客家工会联合飞顾问的吴德光先生，不但是成功的海外企业家，也是长期投入海外客家工作服务地方表情。对于马来西亚客家教育老文化工作的提供有相当大的贡献。就在吴德光先生的带领之下，客家年轻前行的采访小组采访了吉隆坡几座客家飞管，了解客家乡亲海外打拼的故事。今本夜来到坐落于吉隆坡的客家飞管，已经转型成了多功能的消费场所。不但有二次客家乡亲信用的管理员食堂，飞鱼室还有多功能的大礼堂。这个家乡飞管成立到今下有106年，当年100几年前呢，我们家乡主人来到吉隆坡。佢呢度二代都已係年資生疏啊，有毛佢嘅照顧，所以我哋緊住持久去要扎地方啊，來附上照應。以前又有好多水客就喺個都睇到家鄉同啲嘢兩邊走嘅一個負責人啊，佢哋就帶人來啊，有嘛信息帶進去。有时钱啊，以前在一些，那就有啥联络中心这样哦。其实有时分布到各地的乡下去做工，其实有家业啊，有乜嘢，就转到伊有只地方结合在一起，他自家再讲下乡情啊，即乡愁啦，有安尼重要。而且家庭民间的宗教信仰也做得看到客家乡亲有其家乡的思念。从早期快看的先民开始，在喜马客家人的社会地位度就富士的有宗教精神的关公。至于关天庙是一种精神神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来到以前需要有个
理智力啊，要嘅重点嗬，精神嘅富托。那么我哋客家人好多喺拜关帝嘅一种啊，我哋外族嘅大过落，所以佢哋就变成有只信仰方面需要有只信仰。所以说，介于个同关帝庙系脱离不了嘅关系嘅。反正要飛棍就要棍啲咩？拆飛棍啲背度，除了設置棍棍嘅膜拜場所之外，拆封小組還發現下段同凡梯柱嘅祭祀設備。前些日就睇梯柱棍嘅牌啦，梯柱棍咧，我哋傳統啊，唔論總結馬來西亞，佢都係有日日梯，我哋發現咧，都係因為有梯柱啊。其實五方咧，五方五土五龍神咧，即係五隻方向，東南西北同中央啊，都有龍神啊，都係嗌叫啊龍啊，嗌叫龍嘅傳人啊，所以啊龍就係有靈氣啦，啊出嘅人就會保佑啊，啊一日唐飯天主財神咧，就係天主公啊，嗌叫嘢天主公財，嗌叫嘢財飯幫啊，見啦。唐就係凡人啦，唐人嘅意思嘛，啊，唐人咧，嘢就凡咧，就係嘢就本土啦，本土嘅天主啦，所以一切嘅財神嚟保佑啦。今晚嘅不論係哪一種形式，造成水電時代嘅改變，社會環境嘅變化，使得族群嘅意識慢慢嘅弱化，老模糊嘅現象。一片系后生一代趋向西方文化老价值观，传统价值观也面临消失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飞棍的功能也开始慢慢的转型。从早期作为地方客家乡亲典礼组织，维系乡村情谊的功能，今下慢慢转变，演变成其全方位的社会结构。今半夜，两班来分享客家文化，继承客家人传统优良价值观，已经成为都会其中客家飞棍面临的最大挑战。秋菜吉隆坡，安尼看到了客家飞棍一股坚信的力量。老飞棍新生机，才是嘛看到捍卫客家文化传承的幸福。大人哦，到世界各地去啊！都非常愛護我哋中華文化，尤其咧我哋客家人哦，對教育非常嘅重視，本地推廣自家人嘅文化，哦，然後學生交交學費，佢就交啲資金啊，東西，我哋學生一起起來。客家人向前行，先把客家風情化，等下繼續為你介紹。吉隆坡吉鲁的北岛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百年古迹陈思蜀庵。陈思蜀庵并不是蜀庵的古庙，也是一座客家陈思的宗祠。在陈思蜀庵的创办过程中，客家先民陈秀莲是主要的发起人。其生平落山好时，为山不落年后，除了客家兴建吉隆坡陈思蜀庵之外，也曾经来发起兴建集善堂、红山义庵、准孔佛教等，是早期客家先民投入吉隆坡地方公益文化事业的最好见证。当时为了让建筑工厂建造的顺利进行，陈秀莲就连同陈纯、陈新义师子合力策划，从广州请来的法师、雕工，从广州天来来太平的陶瓷、石料，才从马六甲来运来的，工厂相当的好睇。今每日行业的初百年的古迹、繁美的建筑、深重的布局、精密的木雕、石雕、陶塑、建筑老彩绘，让人对于客家文化是叹为观止。基本的城市属于是客家先人们建立的建行策划老统处的行片，用后退客家字体在基础老缅怀故事的同时，
对于自家的客家文化能够有更深的真相来传承。文化是由热心的客家乡亲来推动，更是由教育来传承，因此蔡义雄开创建立百年太基的教育事业，也是替客家乡亲努力的目标。客家人对自然的教育相当的重视，推推以书香传家于民，因此在海外的客家子弟建立自家的家园的时间，也积极的促使为自家促进好教，开办客家教育。凡人哈到世界各地去啊，都非常爱护我的中华文化，尤其啊我的客家人哈对教育非常的重视。所以因为我都认识我的自己，我的文化传统哈，中华文化一定要有教育，啊无教育就无法存在。所以我看见喷学方面，尤其喺马来西亚喺华人社区来讲，系非常重视教育嘅。对马来西亚来讲，跟他一定要1685间嘅华文小学存在。其中好多学校呢，系我哋客家人办嘅，包括跟他爷跟他中学，我哋有60间中学，60间脱离中学。比如讲顺源中学也系我哋客家人办嘅，啊，深寨中学也客家人办，好多地方咧，沙巴梯部分啊客家人办嘅，喺重庆中学啊，也系我哋客家人办非常有名嘅中学嚟。所以我哋客家人非常重视教育，因为我。陈创啊，这是自家中华文化。由于近年来政府的南京政策，蔡吉隆宝就有意图投资开拓事业的台商以及当地的客家乡亲。为了提供后生学子好的教育环境，成立了厨艺会以及创教董事会。上海在台湾驻马来西亚代表处经济组组长方良东代表，就会积极投入吉隆坡推广的教育工作。对啊，吉隆坡的单位说是很精确的。哦，以前是差不多10年前，那里是新买到来买的土地，买好以后呢，去开始来洗地来，哦，像地道来种来，可以开销是安心地来。那建立了讲啊，是教育服务挺热心的补助。哦，按立法立法院的个立法委员也常常在看，也就在听书。按加上一本地推广自家人语母款，哦，学生交学费，其实交的基金啊东西，然后搞是安逸起起来啦。哦，开始民间求学研究东西啊，起起来。多紧吼，你也是比较高，你也看得到哈。自家会所、自家学校，哦，也有线上，也有学生的那种的宿舍。目前很高期在董事会的努力之下已经正式完毕，一共有普通高层21间，特别高层15间，礼堂、传堂各一处，宿舍的实践宿舍以及200公尺跑道的运动场一处，教研宽泛，学校景观当江，并为身处异乡的后生学子提供完善的教育环境。哎，最近因为我哋要建嘅成法改善同能夠要教育啊，係因為我哋省城門嗬設立學校嚇，我哋都要建嘅。喺個省城門模式裏邊做學校，我哋冇機會讀書，我哋唔識書，咁建嘢咩下落鄉下做勞力勞工係咪？所以我因為啲人記得嘢，我哋省城門能夠噴學，能夠回饋社會，所以你前人種樹後人栽葉嘛嗬。我哋建業能力能夠做得到，應該也付出多少去本社會。為了讓後生一代的客家子弟認識自家的文化，不管佢係創新求變，加點各種活動或者係攀比比賽，利用客家青少年有機會來行業推廣參與活動。今年非洲非冠强年团准备吉隆坡强生年举办双体比赛，今年报名参加的人数相当多。啊，因为我哋边个啲年轻嘅细路哥啊，啲喺讲我哋个中国文化嘛，啊双体每边叫做忘记咯，记住落去嘛，所以推啊，变到叫做唔好忘记啲双体。
啲好好嘅咯，啲训练咧细路哥啊，等佢哋就就锻炼啲什么好好咯。现在年轻人来该参加这个文化，该热烈度作蛮大。每年都是反应好好的，每年比年都好了，增加的人数都会，每年比年好。家长，你也是来玩的，孩子了，哎耶，比较大一点。文化是神法的累积，更是要以神法法来传承。吴德芳先生就秉持安尼嘅想法，结合乡亲向下透过非官嘅功能，用客家文化做嚟提示马楼梯上景。马来西亚嘅非官，每年都有人地主人纪念，有到呢就有春秋两季，诶，所有嘅非官嘅法通啊，啊就以。我多用客家话嘅接亲嘅时候啊，都人讲嘅就多讲客家话。至于菜式方面，也要有多少客家米肴，啊，你变成能够推动我哋嘅客家嘅一个米食。喺节目方面，也要有多少客家嘅米头，啊，山歌啊，客家歌啊，啊，你才能够使当我哋下一代对客家嘅文化有所认识吧。也要做苦力推动啊！日常饮食也是一种体贴陈年文化的方式。有片热食的背后，闽南也是西方的出身。但一路路绵密的客家美食，不但满足了大家的胃，也连接了海外乡亲的心。客家食物是客家人在生活中的具体实践，而且在每个时期呢，都会对当时的社会具有意义。所以为客家族群做事呢，永远讲慈啊！啊，客家文化具有开放多元性的特色，也客家人才海外各地方生根、落脚生根，进步的动力。从联络情感、付出合作到形成合作，负担文化传承。对于服务海外客家乡亲的非官来讲，的确是肩负着相当大的负担和功能。而对于这条客属非官来讲，在这竞争激烈的吉隆坡上市的背后，按样板的经验和维持庞大的费用开销是个难题。看到马来西亚既然有百年历史的客家非官永续经营的企业精神，给他变成出资以后就有收入，利用嘅收入咪来做退休金、奖励金、福利基金。客家人向前行，是马客家风情化，等下继续明介绍。马来西亚的客家泰罗吴德芳先生后生时就读于台南成功泰学，在台湾求学的四年，从工商快速进步的台湾社会中，用其深深的体会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性。还有经验，我听伊是盐水市人哈，我看伊也从外省人的教育和台湾啊的影响也不同太，啊，非常咧，我相信系。那啲更重要是行去就上，高雄啊，高雄就有个泰嘅百货公司，系嘛？啊，有可能嗰种环境，啊，因为伊嘅看法呢，就面到将来嘅市场，应该佢会开咗个改变，因为佢要冷气设备，又佢要停车场，佢交通又非常方便，又非常舒适，应该去。比较现代化，好像台湾
既然伊个伊个高雄个百货公司都能够是按照年头来看，肯定将来嘛是啊，一定会补上伊个方向。以客家自品牌就会秉持着全腔自家个精神，以及经营管理个智慧，将有近半年拿到作业个成绩。今下因为我哋我哋个产品呢非常有眼光，啊卖落好多个天。可能伊今下我哋介绍个伊啊，就有六间嘅店面，我哋全家以后，全家嘅费用也系靠飞人啊出钱出力来将飞过建起来。今下变成出资以后，就有收入，利用嘅收入咪来做开学金、奖励金、福利基金，推动好像成舞蹈啊、书法啊、军事专科啊，好像。嘅六年嘅法通啊，各方面福利、非人福利方面啊，春秋两季，啊，另其他家庭飛過也有中分，啊，中分名人也有祭拜，啊，也變成一種文化嘅承傳同推廣啊。咁啊，變成飛過呢，就有咪有店，譬如講，除了一六間店，或者海啊，浪市嘅，然後海街有兩間，有兩間店，也重建好。安邦有间店来从哈，平时有天的输液，一个输液就变成安天落来以后呢，就做的教育的问题。由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环境变迁快速，让今年世界各地逐渐在面临传统文化失落的危机。因此，海外客家文化工作更是需要更多的心血投入同新观念的经验。目前呢，我们全马来西亚客家公费联合费数哈有68的收费，分布到沙巴、沙拉瓦同西马半岛。68呢，主要是客家人涉及的地方多的地方就已经有成立。为了用客家精神，做得在西马落地上根，开发结果，唔得放心上。努力地结合在地客家乡亲的力量，以及各地学术公费的合作，用分散的力量做来重新结合，共同发扬马来西亚的客家文化。还包括听讲，除了学术飞过以外，啊，用家宴飞过，家宴飞过只有20几的收费，所以今天有在加年费，今天又联合起来，而且非洲飞过也有6-7的费，今天也联合起来在飞联。互联都是用互联，都是用个套理。我见到我咧下联飞听讲咧，为了团结客家人的力量，我咧下联飞也号召一条联飞呢，同我哋加强联络。我哋有买烟飞啊，有买啦，也倡议等人。我哋嘅饲料废品各方面呢，也要求其他人补挨啲饲料，加强客家人自个团结。呢方面我哋就尽力去做，因为我推动客家文化。喺啲馬來西亞客家人有150萬人，係屬於600萬咧嘅華人地方咧，佔了20几%，變成我哋也係華人之間，除了福建人以外，我哋第二代嘅族群，所以我哋因為我團結客家人，推動我哋客家文化，保留我哋客家人嘅傳統美德，使當我哋嘅後代能夠以客家人為榮，能夠。到世界各地同世界各地客家人联络一下。今年马来西亚客联会已经积极透过各地防飞馆的口述历史，开始来进行客家族群在马来西亚开垦同建设的历史书信继续审查，用四年对于客家子弟海外移民历史有更加完整的认识。我们今天也积极推动成立爱便宜本，我哋今年马来西亚客家人，将跟他现存的客家人呢，就含健在的客家人呢，包括在政治方，或者教育方面服务的，或者作家、画家啊，新闻界服务的啊，还有成功的商人，将这些史料呢啊，收集在一本书哈，到今年马来西亚客家人，因为伊都资料的收集。对我哋客家人将来嘅子弟呢，有后代嘅作用啦。
每一天能够以客家语为主，能够以自家语的坚持，也天一方面对马来西亚客家人过去百几年来，就建立马来西亚国家呢，做出了贡献呢，有史实可查。啊，咧希望将来有一日啊，能够将伊的史实啊，变成翻译成马来文或是英文，跟更多人去了解啊咧。马来西亚客家人在建国之中所做出的贡献。从了解客家乡情的情况，看到纪念为客家文化更有努力的信仰，纪念采写自家的故事，也是见证马来西亚发展的历史，更是百年来客家民族的移民史。在马六甲庙的村落，将近90个移民的客家人，就像一个海外的客家族。那么这个新村呢，也以客家人为主，客家人大约是拥有85%到98%那么多。那么新村里呢，都是以客家话交流比较多，也是我们的根源，我们的根源也是我们的文化，一起来保留呢，保留起来呢，我们进来一代一代传下去。客家人向前行，是马客家风情化，定下继续民族结相。小组来到了马来西亚北部南部的马六甲，地区分作马街、巴鲁新村的三个地区度，竟然有将近90的客家乡亲在这里呢。之前在三个中就将传到了客家庄乡的亲戚，因为这人几乎每三年都用客家话来做沟通。这里人竟然有56的拿度傅云强长期参与山区建设，投身为客家乡民服务，不但成为了山区客家乡亲的倾听，更是经常担任主持人，就来讲是海外客家乡亲参与地方政府事务服务的优良典范。这是马六甲的马家巴鲁新村，是马六甲州的18新村里面的其中一个新村，也是最大的新村。这里的住宅应该是有500多家，啊，人口有6000人左右。啊，这里的居民有些是从商，有些呢是以小园主、塑胶小园主，有些是拥有种油园，生活还蛮可以的，还蛮可以的。那么这个新村呢，也以客家人为主。客家人大约是拥有85%到90%那么多，那么新村里呢都是以客家话交流交谈，或者是用那种我们所说的华语啊普通话，那么有些甚至是父亲的家庭也用客家话交谈，因为我们这里的人数是很多的。他们拿到傅云强的介绍，大家有个共同的疑问，就为什么海外能够有个将近100户客家乡民栖息的山区呢？你是马来西亚马六甲马家巴鲁新村，这个新村呢成立是1950年，因为好那个1946年啊，英国的政府呢通知那个马六甲马来西亚，英国政府认为那个政府呢面对 QC 的共产党的威吓，所以呢通了一个法令，我驱逐那个郊区啊，郊区的人到飞转那个中国，同时呢，冇政党来帮忙，好不容易到1949年2月27日成立了马华工会，马华工会呢同英国政府讲，为后呢就通过，我那个马六甲成立18个新村，全国有452个新村。从那个从郊区的欢迎呢，搬落那个新村都来，安阳人呢就容易
唔晓有机会呢，问你的高级人员来啊接济那个工厂党。啊，出门做工，每早先是六点到办公室六点一天来进来。出门呢有马巴，马有那个警卫队人员来查，有冇带那个粮食啊，啊那个米啊盐啊，你再出去，你都提唔准带出去嘅。按过了几年之后呢，整个情况呢就会受到有点好嘅控制，然后呢就唔是按用钱来控制的人。就和吃油诶。除了其他海外移民的故事穷养，每只家庭都有其他生存奋斗的意义。对于马家八路新村的村民来讲，残酷的历史却是巧妙的将海外下岗人的生命连通下。放在地背度传来一层一层微长的香米，每个客家子弟都记得，那就是家乡的蜜土。擂茶在客家乡村就是冰下的种茶店，所谓的擂就是磨的意思，以投资的擂板将茶米、剔透、芝麻那条粘料来磨之后，从一来滚水调匀，再加碾米之后饮用。擂茶不但能够解渴，而且能够充饥，也做得做好听的饮料。目前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海外移民，还能将擂茶来当作是日常的饮食。在异乡做下品尝家乡的蜜托，这种本质态的情感，用采访小组对于客家饮食文化都添了一份感通和真相。穷同韩国的历史，用马家八路新村的客家乡民更加珍惜大家穷同亏欠的缘分，并值得客家人团结奋斗、刻苦耐劳的精神，山区已经有了新的希望。啊，看一下桥新村都那楼梯。兄弟喺新村做嘅喂，另外咧讲我有机会啦，有机会咯，同啲嘅村民啦一起开会啦、讨论啦，一起啊工作啦，啊做嗰啲新村啊、养养啊都好，即系喺我一九五十年嗰啲搬落来，两千年系五十年啊，五十年，即五十年咧可能都系做漫画工会，啊同啲嘅新村系啊。可以在这新村的一起成长，一起成长。啊，你可能到马华，同这新村一起成长，也通过政府嘅部门，啊，减了好多嘅钱，来使这新村呢越做越好了。这一个咩啊？台湾来，你问咯。客家人讲究港口传家，忠孝节义。俺那个米德在马家八路新村，那个客家村，给他们保留下来，并且快到来传递给幸福。他本身呢是一个好传统的人，所以那个还有我转到那个罗姆，哦，我跟他搬出一条的，啊，搬啊工作干的。他转到罗姆了呀，一天来啊拜祖先啊拜神，那个点在做到的。过年过节呢，佢唔得喺我度做两下，啊，同阿爸、同阿兄弟啊食饭，啊过年过节，啊人心真热，一天嘢就嚟，啊因为咧继承嗰啲嘅传统嘅一个美德啊美德，也系我哋嘅根源，我们根咯，也是我们文化，一天来保留保留咧，保留起来咧，啊一天来一代一代传下嚟。在新马客家顺利中，全部海外客家乡亲相逢，看到了文化传承、教育上进以及客家山区再出，两端成为了马来西亚华人的精神，更成为了客家人海外拓展四方以及也面对的见证。中流
团长，故乡啊。